来，兄弟们，事情是这个样子啊。昨天不是跟你们新老一起拍了一个化妆的视频嘛？有很多人说这个主题不明确，是吧？其实并不是主题不明确，这个视频呢是你们想看的啊。我也是挑的评论里面点赞最高的那个做的。你说我主题不明确，兄弟，你这得多冤枉我啊！所以今天的话呢是这样的啊，之前不是咱们跟飞哥一起玩过一个那什么声控音符的挑战吗？当然那一次挑战只是局限于我跟飞哥两个人，两个人都是男生的情况下，反正就很放得开，是吧？今天的话呢，你们懂的啊。女生来了，就是老规矩，谁输了谁请客，好吧？啊，行行行，就猜拳，谁输了谁先来，好吧？啊啊！哎呀，刚刚我给他玩了，我刚给他玩，我没赖他，兄弟们。好，上次是我跟飞哥两个人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不是烂活烂整，我估计你们也想看，好吧？就这样，咱们不欺负女生，好吧？我是最大距离34，对吧？然后你如果等一会儿，比如说你玩到了50分，我就第一把让你测网速，行不？然后你第二把没玩到50，那我就算你50的，好不？他可以不？就两次机会取最高的啊，我就一把，可以不？好，行，这样兄弟们没赖他，对吧？开始啊，你开始吗？保持安静。我该说一点什么呢？我操！别惹我笑，别惹我笑。好，好，好，跳，走，走，跳，走，跳，哎，跳跳跳跳跳，啊！我好想想，哎呀呀呀，那什么玩意儿，你见过没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什么东西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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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8兄弟们，38 OK OK， 我好好啊。好，你38啊，你要下一下，你如果没有38，我就算你38，好吧？行，就跟飞哥那是一样，不赖你，好吧？好好好好好，来，还有一次机会啊啊！1，1，啊！6分的，你怎么了嘛？38，那我算你38，好吧？我把你记录破了也，算你38，好好好，你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起来了！嘿，哈，呜呜呜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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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啊，你狗叫声都叫出来！刚刚你在那嗷嗷嗷的时候，楼上的可乐在回你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你30，我想吃小龙虾。你要求这么过分吗？38块钱你怎么吃小龙虾？你要随机点吧。啊，不看啊。煎饼季啊，可以，38块钱煎饼也好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吃一个套餐嘛，吃个凉皮加煎饼的套餐，这算26，我还有12啊，我流口水了呀。家人们，咱们蠢蠢欲语了。这玩意儿，冰粉34、35了算，还差3块，3块钱送你了，我不要了。你还有红包，有6块钱的红包用了，再来个绿豆，再来个绿豆，那还有2.5块，哎，请你的，请你的，我不要不要不要。来，兄弟们啊，轮到我了吗啦啊？滑滑滑，不看啊，就这样。我季季红火锅，你能吃到啥？我问你，我30块钱吃肯定吃不到啊，点不了，兄弟们啊，他50块钱起送啊，兄弟们。哦，那你没得吃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就这个。炸鸡，胖死你，还减肥呢，你这配送费0元，韩式无骨炸鸡外加年糕套餐，我们俩换一换吧。我不，换行不行？我不，我不，好久没吃炸鸡了。我不，胖死你，超大份，就点这个。点芝士撒粉，点什么也是我吃，跟你有什么？啊，我们俩换一换嘛。29.8啊，我没污你1毛钱啊。哎，我有8块钱的券，兄弟。你有个小仙女萌萌套餐，32。我不好，就来个这个算了。
我们俩换一下。啊，就这样，28.8块啊，我也不挑了。我们俩换一换吧。1.2块，我也送给你，好吧？早知道不让他了，真的。我本来也是第一次。啊，不让你的也是38。哎，我第一次就38，你连我记录都没破，菜鸡。他不拉你了。谁跟你玩？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。来嘛，好久没吃炸鸡了，兄弟们啊！我们换一下行不行？不行，你要比我贵啊，38块钱呢。嗯啊，擦，好香啊，救命！来，兄弟们，看看我这个啊，鸡排、上校鸡块，还有这啊，这才花了20多块钱啊，还有一瓶饮料。看看你的，看看你的，这那个啥煎饼，白凉粉。至少你比飞子稍微好一点，飞子毒瘤啊，游戏毒瘤。快快快，在底下艾特飞哥。确实，咱们好长时间没吃炸鸡了。嗯，来来来，让我尝尝你的凉皮，好吧？哎，真难吃，拿走。滚犊子！哦，兄弟们，爆浆鸡排，下次还有这种事情还来吧？那肯定来呀！嗯嗯嗯嗯。咱们就浅尝一下吧，煎饼好吃吧？嗯，尝一口试试。不会啊。好，兄弟们啊，那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啊。后续如果各位还想看我跟你们新嫂一起拍视频的话呢，到时候各位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个言啊，包括这种什么做游戏啊、什么挑战之类的、搞笑之类的都可以跟他一起做。因为下个月我们要出去房车旅游嘛，是我跟他一起去，所以说咱们就提前让大家适应适应。哎，谁让你吃的？好吧，本条视频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啊，因为确实也是就这两天拍视频啊，所以说很多时候说话都比较紧张，结巴是吧？是不是结巴？你见我紧张了吗？啊，那就是紧张啊，所以说各位谅解一下啊，初来乍到啊，不懂规矩。我这个助理就说一下，这个 UP 主不是很好。好吧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兄弟们，拜拜。